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京师是首善之地，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带着马尾巴做的假辫子在这儿招摇过市。我们也绝不能允许张勋复辟的阴谋得逞。反对张勋复辟，誓死为吴不可。反对张勋复辟，誓死为吴不可。反对张勋复辟，誓死为吴不可。誓死为吴不可。反对张勋复辟。看，遗老遗少的假辫子马尾巴。您别看到，我那边看好了。哎，警察！哎，警察！那边乱套啊！警察，前门大街那边的刁民和学生正在煽动民众反对朝廷，你为什么不管啊？对啊，干什么吃的？刁子，你可看清楚，我们穿的可是民国的官衣，戴的是民国的大檐帽，朝廷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放屁！我告诉你，宣统皇帝可又登基了啊！你们不好好替皇帝想，还想不想要你们的饭碗了？小子，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拿的他是黎大都督发的薪水，宣统皇帝不管我们的饭，我们干个仗给他干活吗？行，没错，算你们走一点，甭跟他们废话，咱们分头去找辫子军马队，这就对了。走啊！快走！孙子，等着我。对，什么对呀？你扛不了。说吧，扯淡！这么多房子，什么挨家挨户说？北大，他们一定回北大。走。赶紧的，哎，叔叔。
回事是干什么？是，先离开北京避避风口再说。啊，不行，我不能走，我得守着贾云啊。贾云已经被查封了，一涵先生和董浩被拉去了。那我也不能走。哎，老先生，你先到南方躲一躲。别犹豫了，赶紧走，我先送你到天津。先生，你快走吧，我去跟政府先生说一声。小山，走走走，快走快走。谢云，您小心啊。好。让一让，让一让。大总统黎元洪不听梁景森劝说，拒绝辞去总统职务，以一致东交民向日本使馆区避难。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南方各大省会均在筹备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张勋复辟。另外，好了好了好了，不用再念了，就讲讲我们北大的情况吧。大部分师生还是反对复辟的。啊，有一些学生已经自制了横幅、小旗，啊，准备要上街游行了。还有一些学生这一大早就自发的到街上去宣传和鼓动民众了。校内也有极少数的一些拥护复辟者，比如说顾鸿明，据说是将被认为清廷的什么外交部侍郎。那个刘侍卫有什么情况吗？那也没听说。先生，有急事可请说。啊，没事，就在这儿，都是自己的同志。学校门口来了电子局马队，声称要捉拿反抗朝廷的叛逆。他们要拿谁？名单上有文科学生郭新刚、邓中夏等，好像还有李大钊。岂有此理！通知门卫紧闭校门，绝不能让电子局的马队冲进校园。你这样，赶紧给我备车。好。哎，太公，你不要激动，我料定这个张勋复辟啊，是一场闹剧。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们还是以静待变的。中国，如今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的标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必须把态度给他亮明了。我要去辞职，我要去抗议，我要去教育部。哎，你这时候去教育部干什么？中国，政治啊，它是门大学问。既然辫子军注定是昙花一现，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为我新北大做点贡献，不好吗？还是你老秃脚吧，配合。我看赵先生，你跟着先生一块儿去，路上不安全。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关键是让大钊赶紧出去避。放心，首长已经离京去了上海。太好了，我走了。太公，您来了。玉才，你这是？我想来表个态，免得日后他们说我跟张勋同流合污。好，我就说你玉才不会自甘落后的。来北大教书吧，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你玉才参与其中啊。我听蔡公的。回去吧，既然态度表了，此地也不要久留。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你有时间呢，抽空上我那儿去一下。好。哎，蔡公，这兵荒马乱的，您到这公干啊？和你一样，
贼民马上就到。范总长，蔡元培校长到了，快请。您看，蔡校长，您请。你笑什么？为什么要笑？现在时局发展成这样，还笑得出来啊？杰民兄，我是笑伯堂兄神机妙算，他早早的就给我拿来了好茶，说一会儿啊，蔡杰民准来递辞呈，让我沏好茶候着。哎。我啊，是来向伯堂兄请教，你说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这北京城就成了辫子军的天下了呢？嗯，闹剧。这亲日的段祺瑞啊，要出兵欧洲，而黎元洪呢，又不愿意让段祺瑞专政。要说果呢，那就是黎元洪上了张勋的当，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此话怎讲？黎元洪请张勋协调黎段之争，结果是引狼入室。张勋受段祺瑞的怂恿，让黎元洪退位，小宣统复位，结果是天怒人怨，遗臭万年。听见了吗？是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这好像是段祺瑞的讨逆军跟张勋的辫子军在打仗，离我们还远着呢。会不会动用大炮了？不会，段祺瑞和张勋都不敢向北京城里开炮，放心吧，没事。哎呦，你还说不会打炮，这是什么呀？可能是讨逆军在用炸药炸城门。你怎么那么肯定不是打炮呢？哎呀，我跟蔡金民在一起做过炸药，就是东家。哎呦，你说上海会不会打起来呀？年年和乔年不会有事儿吧？上海倒不至于打仗，最多能乱几天。你放心，我已经托人带信给汪洪洲了，请他照顾年年乔年。别怕，
傅，能借用一下这个吗？你拿去用。谢谢啊。没事。一群人吃了我的一高档，你妈了嘛要摆档，小白鱼吃了我的一高档，聪明伶俐三丫当。张勋伏笔搞得是个不太平，你看呐，长鼻儿、多鼻儿、正鼻儿、假鼻儿，哎呀，我们实实在在过日子，一定要造福我们老百姓。新青年那个青年轻，要想天下去太平，那么脑子就要弄灵清。好，弄灵清。哎，要想天下去太平，脑子一定要灵清。哎，姑娘，给我来几块梨膏糖。哦，好嘞。谢谢你啊，李高达，李高达，来来来，谢谢伯伯，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嗯，吃糖，新青年杂志，谢谢，不吃，吃块糖会死啊。李高达嘞，李高达，看您，哎，吃糖。李高达，李高达，李高达，你们一名堂，老的一日吃了不的李高达。我买的糖让你吃就吃，谢谢姐姐。哥，你说这张勋为什么非得搞复辟呢？搞得现在咱学也上不了，商店也关了门，也没人买咱杂志。就是，我妈都不让我出来了，说街上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乱法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多灾多难，共和还不到六年，就发生了两次复辟。你们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真想找个明白人问问，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年年，可找到你们了。四伯伯，怎么这么兵荒马乱的，还出来摆摊啊？您有什么事儿吗？王经理让我来找你们，说北京来客人了，让你们俩过去吃饭。来客人了？对。您知道这客人的名字吗？叫李大钊。小年。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么高啊！哎呀，王先生，我早就听说郑府兄家二位公子了不起，拾金不昧，侠肝义胆。哎，今日一见，果然是英雄少年，气度不凡啊！首长先生，我和乔年是您的崇拜者，您的青春，我们哥俩都会背。那我可太荣幸了，我的那篇文章就是给你们这些青年写的。来，走。首长先生，咱们一步客厅吧。啊，不用，在这儿就挺好。那您坐这儿，坐这儿。真不麻烦了，王先生，坐这儿吧。我这趟来是惭愧啊，仓皇出逃，狼狈不堪。众府兄捎来口信，让我务必来亚东图书馆看看。一呢，是给大家报一个平安；二呢，了解一下新青年的发行状况；三是多结交一些新朋友。给您添麻烦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众府怎么样？哎呦，你父亲现在是个大忙人啊，帮着蔡先生在北大搞改革，搞得那是风生水起。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办的那是有声有色。只不过现在时局艰难，每走一步都比较困难，能够日拱一卒，就算是效力了。对，首长先生，这次这个张勋复辟，对北大的改革有影响吗？北大倡导的新思潮，肯定会被张勋之流所不容。不过眼下看来，复辟必定要成。那么今后的形势怎么样，要看发展。那您对当下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局势不容乐观。郑府兄曾经有过一句话，说袁世凯之后必定会出现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眼下大家都看到了，欧洲正在打仗，世界乱成了一锅粥，中国呢又是积贫积弱，像一盘散沙，内忧外患之下，苦难自立。那中国这个样，出路在哪？这一趟张勋复辟，伤了很多人心。眼下中国的出路何去何从，恐怕看不出端倪。
不过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放弃。那依您所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能帮助到中国？这个我认为不能。我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这个理论貌似有诱惑力，但空想的多，做起来恐怕不行。我觉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唯一的出路。燕宁，你看欧洲有哪个国家是按照互助论的原则制定国策的？你呢，现在还年轻，这个时候不妨多看看，多听听，看问题想事情，切勿走极端。寿昌先生说的对啊。那先生来沪还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思考一些问题。我还想到民间去看一看，我想看看真正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李先生你好。孟总，菜已上桌，酒也烫好了，请大家入席吧。那咱们边吃边聊。王先生请来。请请请。哎呀，乔年延年。哎，谢谢，走吧。某金风鸣江北走，遥远滔滔东的酒，战马扎在汗青那口，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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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当脆。耶，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杰明兄，你好雅致啊！哎呀，你的为人师表有碍观瞻呐！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羞愧羞愧羞愧！哎呀呀，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呀，实在是，实在是不雅，实在是不雅！哎，哈哈哈！彩公，嗯，来。来，这是什么呀？这一，蔡公你的辞职书，原物退回。这二，是段祺瑞给你的嘉奖令，和追加北大经费的手令。这三嘛，是教育部同意北大改革和一揽子招聘教授方案的批复。哦，蔡公，这可是一份大礼呀！没想到。张勋辫子兵倒是给北大一个额外的帮助，北大这下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时局混沌，那些政坛大佬们啊，
现在都想拿你蔡元培和北大撑个门面，你现在啊，那成了香饽饽了。是啊，段祺瑞再度出山之后，权力争斗势必更加激烈，而北大反而成了世外桃源。蔡公，这可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金敏，赶紧恢复教学，让北大早日复课吧。有二位的鼎力相助，我蔡元培一定竭尽全力。怎么样？今晚上夜色撩人，你我三人一醉方休。好啊，好啊，拿酒去。各位先生，我今天心情特别高兴。我们总算是拨开乌云见晴天了。由于前段时间战乱，北大被迫停课，现在麻烦终于过去了，我们可以安下心来搞教学，安下心来做学问，安下心来来实施我们北大的改革方案。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北大的教学改革评聘方案等等的这些方案，教育部都批准，而且也给我们北大拨了教育经费。我们正在新建的教学红楼马上就要竣工交付使用了，这些都是全校师生啊期盼已久的大好事。还有就是马上就要放暑假，这个暑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格外的重要。我们各科呀要实行新学期的这个课程改革、教学管理、人才评聘方案。文科是这次的试点，我们请仲甫先生给我们说一说。所有改革中，人是第一位因素，也是最麻烦的事。这个文科教授的聘任，上一次会议呢，我们做了一个资格名单，现在教育部已经批了，那就没什么障碍了。下一步这个聘任工作马上就开始。现在麻烦的是解聘，尤其是外籍教授的解聘。北大现有的一些外籍教授是民国政府通过教育部来确认的，学校只是象征性的发放证书。也就是说，这些外籍教授的聘任管理的权限在教育部，学校只负责发钱。那这种体制就造成了现在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外籍人员，引起了校内很多师生的强烈不满。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那北大的改革，那我觉得就前功尽弃。这个问题在理科也非常突出，也应该有所改变。蔡先生，既然是改革，就要有职有权。我建议把外籍教授的聘任权收回学校所有。这样吧，各科呀统计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不合格的外籍教授，然后详细的拿出一个材料出来。这国内教授的解聘也是难题，文科意见最大的就是辜鸿铭，不少学生都提出来啊，这辜鸿铭投靠张勋参与复辟，应该清除出北大。他今天不来开会，就是他心虚。对啊，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对吧？啊，不得。关于辜鸿铭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讨论了。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呢，校评议委员要重新选举。教育部正在拟定委员的资格和条件，关于解聘定岗问题啊，这个问题就交由新学期的校评议委员会来讨论决定，大家同意吗？同意。好。同意。同意。胡适回来了。胡适。胡适。
这个人的品德啊，还有性格等等，这些我都不知道，我这都是听你说的啊。他到北大来，工资很高，希望他啊能不辱使命啊，能不辜负我们的期待。他是魄力中的魄力，我相信我的直觉，我也相信胡适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蔡公啊，您找我？哎呦，嗨，义在兄。你来这怎么不告诉我呢？德谦说你找我，我急急忙忙就过来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这是周树人先生。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哎呦，育才兄，我早就想去拜访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着。幸会幸会。不敢不敢。来来，我们坐下。来来来，请坐。育才啊，我呢就是想跟你啊讲两件事情。一件呢，我想让你到北大来啊教书。后来范元濂告诉我说，做个兼职老师吧，保留你在教育部的公职。我想这样也好，两不误，只要你能到北大来教书就行。你看，子美，别跟贺年抢，妈妈这正闲着呢。妈妈，给我煎一个嘛。这不正煎着呢吗？马上就好了啊，别急。快点给我吃一口。徐曼，回来了。帮我收拾行李，我要去上海。去上海？对。什么时候走啊？明天一早。哟，那我赶紧去趟前门大街。去前门大街干嘛？去给乔年和年年买点东西啊。哎呦，我是去接胡适、胡适之的。那你去上海不见两个儿子啊？那碰见了就见呗。所以咯，碰见了就得买东西。来，你来给他俩钱，我赶紧去一趟。哎，别买太多啊，我就一个箱子，不多带。行，就一个行李。哎呀，兔子，你怎么拿这么多包啊？大包小裹的，你掏荒呢你？高俊曼，我说了只带一个包，他一下弄了五个，就为这两个小子吃的、穿的、喝的、用的，那把前门楼子都差点搬过来。哎呀，
军干也是对孩子的真好啊。这还五个包，我看得有八个包，反正这么多了，也不差那几个，我又加了三个包。胡适呢？回老家了。回老家了？哎，是这样，他母亲啊突然生病了，昨天上午来的电报，他下午就赶回去了。他让我跟你说呢，等处理完家事就去北京任教。这不昨天我还想给你拍部电报呢吗？你不在路上吗？已经。乔年延年呢？正在学校呢。那我去鸡西找世之。你去鸡西干什么呀？人家回老家去办事儿，你去了不给人添乱吗？那这样，你帮我拿着这些包去震旦学校，给乔年延年把东西送过去，要不东西都坏了。别，学校你也不用去，我跟那俩小子说，让他们来见你。那我来这干嘛呀？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嘛。有两个朋友听说你来上海了，急着要来见你。谁呀？易白沙、邹永成。啊？他们在上海啊？在上海呢。杜甫，哎，杜甫兄，永成，哎呦。仲甫，哎，仲甫，仲甫，哦，老师，没事吧你们？啊，快坐。你们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仲甫，我的部队被解散了，我现在在督军署就是做顾问。说实话，真没什么事儿干。这不，白沙在湖南教书，我们俩常在一块儿喝闷酒。这回来沪是给湘军采购军火，他是我的顾问。白沙，你这夫子怎么也玩起火器了？我怎么就不能玩火器？你曾经还跟蔡元培先生做。